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我又来到了起亚 4S 店，来给三门峡的一位头条粉丝来提一台那个智跑，现在客户没有到，我先去进店等他一会儿。这是一款全新 K5 凯酷，特别好看，现在这一台车都是包牌价卖，它的后面也是非常的好看，而且造型的话也很好，看一下内饰吧。它的这个两个12.3的连体大屏确实好看，旋钮式的化挡杆，多功能方向盘，这全景天窗都非常好。现在客户已经到了，我们去车库选颜色去，黑色或白色。颜色最终决定要黑色的，确实大气。对，洗罢了，验一下那个外观。那玩意儿站远处看，近处看。就看看有没有漆面划痕嘛。嗯。啊，大眼一瞅都能瞅到。对呀。就是呀。从前面看，这一款车特别的霸气。你站前面看，哥，你站里边能看见灯光吗？一会儿咱验完车以后，他做PDI检测。好。转向灯，哥。远光灯。灯光没事，哥。可以吧？可以管活，看一下生产日期，15天之内的车，后排空间挺大的，然后还有后排空调出风口，不用熄火了，去做 PDI 检测去了。开的挺猛的，开的挺猛的是吧？走，咱进店。客户已经验车没有任何问题，现在在 4S 店交纳车款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做交车仪式。左转右转？左转。一会儿我们给你。哦，我就到加油站就行。啊，到加油站。现在到达加油站了，我估摸着这个车加200多块钱就能加满了。能回去开导航。回三门峡慢点。好，三个小时到家。好，再见。好了，终于又把客户的车给他交完了，现在我也开始回去了，这期视频给大家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